应该叫做草山食堂吧，是用砧板做的，好可爱哦。看看他们的厨房，我真的觉得超级梦幻。上面有一只猫，你知道这只猫就是这样跳上去，从这个椅子这样跳上去，完全没有踢到上面的杯碗瓢盆。这是后面的杯架，这个呢小洗手台是当初女主人做给小朋友专用的，超级的用心。当然有点盐灯，上面的架子都是非常发挥创意。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他们的灯是用碗改造的耶，然后上面挂的挂篮是用竹子，觉得好喜欢哦。然后他说这个其实呢是一个很旧琉璃台，然后外面用木头把它包装就变得很美，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们用很多布来包装它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厨房。喜欢这个小桌子，女主人告诉我们说她刚出来的时候啊还不太会木工，然后就请当地的国小大平国小请教那边的老师，于是老师就带着一整群的国小小朋友小一拿着一堆木电钻什么的就来帮他们订了这张桌子，超级厉害的。